無敵掌門人再戰江湖，現在開始啊！有請我哋嘅掌門人曾志偉，同埋我哋嘅長老林耀寬、錢嘉樂。好耐冇跳喎！多謝多謝多謝！哇，我諗現場嘅觀眾啦，屋企嘅家庭觀眾啦，都好舒服，聽到呢只歌，係我哋跳一跳更舒服。係，好耐冇跳啦嚇。係啊，但係呢只會唔會話舊咗啲咧？係雖然舊，但係温馨啦。係啊，咁但係新嘅一輯嚟，應該係俾啲新嘅人嚟睇下。好，嚟啊 ！1、2、3、4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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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啦，唉，对唔住，因为用错咗，对唔住，系 ，Yo， 600万请我翻嚟拍剧，使乜惊啊？好，我哋有请孙悟空、张伟健 ，Go， 系，掘金、掘吉、掘龟吉、掘金、掘，喂，近少少睇唔到啊，掘金、掘龟、掘金吉、掘鸡骨，就呢个金吉，揸住金吉，抡鸡骨。第二位為大家介紹咧，呢個咧就係標準香港人，亦都係一個大丈夫小人物。咁啊，但係咧最近聽講佢咧就行路上咗廣州啦。嚇！係咪因為好兜踎？唔係，咁啊純粹係因為 TVB。香港人就係廣州嘅鄭丹純。嚟啦！掘金掘吉掘雞掘，掘金掘龜掘金吉，掘完雞骨夾翻吉。揸住腳吉，抡雞骨，好嘢！咁好細邊啊！好啦，第三位介紹嘅咧就考下你啦，要係呢個咧非常之難得嘅一位嘉賓。嗱，我問一啲問題啦。好啊好啊。鄭秀文有條咩眉啊？關刀眉。劉青雲有條咩眉啊？關帝眉。你覺得曉峰條咩眉啊？機會好微。哎呀，咁你又知唔知錢嘉樂嗰條咩眉啊？關秀眉咯。好，我哋有請阿嫂關秀明。係掘金掘吉掘雞骨掘金掘龜掘金吉，掘完雞骨掘金吉，揸住金吉抡雞骨。係啊，係好。哎呦，一掛手出現啦。係，唔爭再請多個。仲有阿嫂，有請家嫂彭玲。骨金骨骨骨鸡骨骨筋骨龟骨金骨骨完鸡骨骨金骨揸住金骨抡鸡骨。阿嫂你好，你好你好。你做乜唔叫啊？吓，阿嫂系。乖乖乖乖乖。平时咧？平時你唔好講咁多嘢啦，我再攞佢條關刀眉出嚟㗎。好啦，咁啊介紹啦，要介紹翻一個咧，我哋即係演藝界一個靚仔級人物。呢個咧就同我哋典型嘅演藝界人一樣啦，好中意靚。但係佢咧就比任何一個演員咧更加中意靚。都有好重愛心㗎佢。係啊，唔淨止中意靚，仲中意靚靚。靚靚，孖靚嘅，孖靚。張智霖先生，好遠喎。掘金掘吉掘鸡骨掘筋掘龟掘金骨掘完鸡骨掘金吉揸住金吉就抡鸡骨。好嘅，最后一位啊，系呢个点解要摆到最后一个咧？因为佢即系同我哋嘅关系比较特殊。系，我系你阿嫂啊，唔系，可以讲咧系我哋屋企人，系我哋众人嘅兄弟。啊，但系由于佢。飛黃騰達哦，出咗去揾咗錢，唔識唔翻嚟啦。唉，講都講唔掂啊，不如唱嚟啊。係啦，好，嚟我啦。陳小春面紅，陳小春心痛，唔覺意漸紅。好，衣襟還鄉嘅陳小春。
OK。掘金、掘骨、掘雞骨。哎，我唔玩啦，得。又賺幾個大頭啦！好啦，咁咧，以上嘅嘉賓咧，全部都得到咧，就係美國惠普家庭飲用水設備系列，價值3600元，時款太陽眼鏡一副，壽司禮券價值1000元，時款手錶。經過現場觀眾投票之後，超級無敵急口令呢個環節係由阿蛋勝出嘅，佢可以得到 Joy and Peace 高級皮鞋專門店禮券價值5000元及現金獎5000元。超級無敵 ，Give it to me。咁呢個咧就我哋新嘅環節，就係一個多士爐度彈塊麵包出嚟，裏面有兩個中位麵包，一夾夾住咁啊！大家可能咧就新遊戲唔係好清楚，咁啊較早前咧，我哋現場嘅觀眾咧就亦都試過咧啲比試啊！嗱，我哋睇睇片啦，唔中都啜一啖啊！我哋啜佢。呢四位咧就已經咧係相繼玩過之後咧，就呢隊咧就係亞軍，咁啊冠軍咧屬於你哋噶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！冠軍嗰組可以得到惠而浦考心斯洗衣機一部，價值8268元 ；BL Italian 送出意大利雪糕券，總值1000元；亞軍嘅可以得到微波爐一個，價值3186元；仲有壽司美食禮券，價值1000元。請大家揀揀私家麵包先。啊！一係咧打波有私家 Q 啊，保齡有私家保齡啊，咁啊係嘛？睇住啊，睇住，係啊，心口紅都得，預備，預備嚟啦！一、二、三，全軍打鼓，你哋完全係左撞就彈開就算噶啦喎，嚇！大家好似使唔使嚟多次啊？呢個其實夾到㗎，你肯夾？呢個好夾啊！呢個幾好啊！兩位再比一比啦！唉，咁斯文嘅真係。好，就係似得唔似啊？啊，似得小春，好似準備先啊！預備，預備。哇！擘定嘴嘴啊！預備，一、二、三。對唔住，對唔住，我彈歪咗，我彈歪咗，我都有啲錯。塊麵包咧向左飛咗少少。啊，再嚟，再嚟，嚟，預備。咁樣嗰啲啦，都係。啊，預備，預備，預備。一、二，哎呀，夾到，我哋學子宮雞啊，有難題喎，喂，咁樣噶噃，咁樣好好難搞噶噃，我心口一紅一夾，喂，你梗係冇所謂啦，我有所謂喎，啊，都得啊，都得，可以嗌埋去，但係唔好咬，唔好咬 ，OK， 嚟，預備。预备，我哋排位啦，嚟啦，预备，四位先，预备，一，唔好咬，用牙，预备，一，二，嚟啦，嚟啦，喂，系啊，你哋嘅問題邊度啫？呢個問題太埋啊，一彈咗出，開啲彈嘅話，你先至埋啊嘛，係啦，係啦，嚟，啊，唔好咁埋，预备，预备。喺度啊！喺度，喺度，喺度。好啦，一比一，決一死戰，兩位開始。哎呀，好核突啊！好似中高炸線。曾經夾到，雞兒滑下，墮地，跑出唾液。俾俾佢，俾。好，再嚟一次。好，好啦，二比二。呢個咧就慢慢嚟，有蛋糕嘅，靚嘅嚇，冇西嘅。佢依家嘅睇完狀，我嚟啊！
一定有西啊！睇住啦，我直噶，直唔落西啊，唔落西噶 ，OK， 预备啊！好啊，大哥呢排乖啊！曾经想夹打 Q 啊，打 Q， 顶你死，玩咪玩啊！望下大哥呢排生意好唔好啊？咁样打条啲啊？吓啊！好啦，啊平头啊，大家平冠军。玩完一个回合，看看分数先。两组男士胜出，而家健仔、阿蛋、痴靓同埋小春都系有500万嘅，而两位女士输咗就只有400万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精彩片段每日放送，记得 subscribe 同埋揿个钟仔，就一定唔会错过了。